是我们第六组的参赛者。我们的虾米扮演的角色是阿一，从零开始的异世界生活的拉姆，以及呢我们的林月扮演的是呢我们阿一从零开始的异世界生活的雷姆。准备好了吗？好了，那请呢给他们点热情的掌声，谢谢。
不得突然觉得我的装扮跟你们站在一起还蛮搭的这样的感觉，突然有一种，然后那种斜度刚刚好，因为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奇妙的感觉。好啦，对，斜度刚刚好这样子，你们下次有机会可以找我一起站站。来，我们那个我们的老师讲评一下，我们的朱哲老师。那么刚刚带来的表演呢，算是以舞蹈为主的感觉，对。对，那么可能有一些部分啊，我觉得还有加强的空间，像是两位的造型上面，可能我们在看整体造型的时候呢，会包含到除了服装以外，鞋袜这些的话，如果能够更加的统一的话，会更好。那刚刚有听到两位就是原本就是好朋友，那我觉得就是动漫结合友情很好的展现，我觉得这样是非常棒的。对，那么在时间的掌握上面，因为每个比赛有不同的规则，那在时间的掌握上面，可能像如果我们是表演舞曲类的话，就是要看这次的比赛的时间长度去做一个曲目上音乐的准备，对，可能会更好这样子。哦，好，谢谢我们的老师，谢谢，也谢谢你们两位，谢谢。